眼里，要求你离开他，即使他总让你伤心牵挂。我只能在你身边听你说说话，听你说着他，泪如雨下，跟自己挣扎。其实很多人都爱得很傻，天真的守着相爱承诺的话。问自己快乐吗？只是以为爱他，直到黯然心碎，才知心软如见娜娜，童心直觉认为与阿燕有关，更让童心急于想证明娜娜就是阿燕。娜娜对婷文的爱慕不减，更直接登门拜访。娜娜更表示她有着与阿燕相似的脸孔，婷文恐惧不已，但是娜娜不顾一切地表明对婷文的感情。他更扬言要从凛凌的手中将婷文夺走。看着娜娜每天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，让童心心痛不已。然而他的一番真情却一再地被娜娜嘲弄与否决，使得童心不得不怀疑究竟娜娜是不是阿燕。另一方面，凛凌惊觉身体有异，在经过检查之后竟是恶性肿瘤。面对这样的威胁，让凛凌疲惫的心更加沉重。凛凌，将来的幸福是不能长久的。原来人的一生幸福是有配额的，该有多少就是多少。结果出来了吗？是坏东西，恶性肿瘤。我不会为自己难过，可是我心疼我女儿。她会不会一辈子就只能看见照片中的妈妈，永远也吃不到我亲手为她做的便当？交第一个男朋友带去给谁看呢？宝箱
妈妈死了，他会有多寂寞的长大？他第一天上学，谁要牵他过马路呢？被人欺负，他也不能大声地说我回家告诉我妈妈受了委屈，谁去替他出头？不要绝望，不要，不行，我好心痛啊！我女儿都还来不及认识她妈妈，就要变孤儿，童心，想死了，童心，我不想死。我来不及看他长大，我不甘心啊！童心，丽丽，你不会死的，不会，你只要不想死就不会死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对抗病魔，有我在，你不会。不好意思啊，林太太，还让你专程送娃娃过来。那有什么呢？徐太在出国之前啊，还特别交代，叫我每天过来给你煮点吃的呢。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你看，娃娃还真的很想你，他想跟你玩呢。娃娃，娃娃，哎，娃娃，娃娃，有听到爸爸讲话？想不想妈咪啊？啊，妈咪好想你哎！等妈咪回来，天天把你放在家里，好不好？哦，原来她出国了。哼，什么老婆，把老公跟孩子就这样扔在家里头不管，还说爱她嘞，屁话！乖宝贝，许仙。那我先带他回去休息，你赶快进去休息啊。好，那我先走。小心啊。又是你！哎，你不能赶我走，我才刚救了你一命哎！谢谢你。哎，我是来问童心的事情。来吃水果，他每天都固定把水果摆这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还有茶，我知道。每天都要替你把热茶泡好，对不对？我先去泡。你要问童心什么事，请快说吧。哎，你茶要浓一点还淡一点的？他知道我喜欢喝浓茶。小心烫哦！这不是我的杯子。嗯，这是我新买的。上次我不是打破你一个杯子吗？这次买一个新的来陪你。
干嘛？不过就是个杯子嘛。你不是我那杯茶。我听得懂。哎，你很会讽刺我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忍受你的坏脸色，真的，不用虚伪扮着脸，真好。在干什么？没有啊，随便看看哦。究竟在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在这里随时等你吩咐啊。你饿不饿？要不要把那锅牛肉热给你吃？还是你要听音乐呢？我可以放音乐给你听哦。你会不会唱那个《流浪的淡水》啊？我不饿，我不想听音乐，我也不敢吩咐你。别这么客气嘛，我很乐意替你服务的。不然我陪你出去走一走，好不好？今天天气很好。到底要干什么？如果没有同心的事问我，请你回去。哎，你很没有礼貌哎！刘玲玲不在，我代替她照顾你，有什么不好吗？我不要你照顾，玲玲安排得很好。哼，很好，不就是把你丢给林太太吗？连一杯茶都不能替你泡哎，这叫很好？我都比她好100倍，信不信？我从明天开始就可以每天来伺候你，你就知道我多贤惠了。你不走，我走。哎，好，我走就是了嘛。明天带我去要被车撞了。我送你。好，我去拿包包。好了，我真的要回去，你可以放心了，进去吧。